刚出锅的藤椒大鸡腿，哎，我来点这蜂蜜芥末酱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不管什么都是，老铁们。然后那个啥，你们抓紧拍吧，这玩意儿过年整一盘放着，孩子不得抢疯了？自己回家用空气炸锅炸，还方便，还省事，还好吃。你看这肉可嫩了，39.99给你发10个鸡腿，然后一袋是2斤。泡沫箱加冰袋发货。那好吃的，哇，好烫！你要没有空气炸锅，用那个油炸也行，小火慢炸啊。我他妈，看看。它里面是汁水特别丰富，它不像有的炸完干，它这不干。但是酱，小孩都愿意吃这玩意儿，这不辣。妈妈上锁，要回去视频下面有链接啊，一会儿直播了。